开门大吉，送吉祥，送吉祥。开门大吉。阿牛的是吗？来、这个、这首歌耶、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，他好开心，这猜出来了，简单了，那我们就出去和他见面。浪花一朵朵，确定吗？确定、太适合夏天了，来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耶、没问题耶、哇，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，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会寂寞，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，让你乐悠悠，日子一天一天过，我们会慢慢长大，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，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，时光匆匆匆匆又走，夜夜夜不回头，美女变成老太婆，哎呦那那那个时候，我爷爷一直是个糟老头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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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一起手牵手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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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数着浪花一朵朵。如果忽略你们的胡子的话，这段表演真的很可爱。夏天过得怎么样？对你们来说，夏天最美好的是什么？吃，还吃，高考，吃火锅，还有吃雪糕，对，很多冷饮，还有西瓜。夏天必不可少的就是美食，还有音乐。谢谢熊猫糖，谢谢。好，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。谢谢。